口感就是好。慢慢吃啊。Hello， 大家好啊，我是小东，感谢水泥砂浆，然后把这些店的插座底额贴到墙上去，待会布线。这两天都在搞这些底额啊，前两天在开槽。装水电最好是自己买材料，叫做电工师傅过来搞，就省钱很多。反正自己亲力亲为的话就省钱一点。搞装修大家都知道，如果是一条龙包给别人，这个价格肯定要贵很多。OK， 回家做饭，今晚搞个白切鸡，自己家养的鸡啊，老婆，好久没吃了。不要了，就很烂烂掉。要重新买一双。今晚搞个鸡翅。这个鸡翅有三四斤重，好像有蛋。你们一回来，我奶奶的鸡就要遭殃。搞个白切鸡给你吃，你还说？都快下雨了，我正在粗暴简单呢。等一下就变成落汤鸡了。没那么快下了，这种天起码要穿部黑板才下雨。这是经验。你喜欢吃这个鸡哪个部位？我喜欢吃鸡翅膀和鸡头。鸡头？是啊。鸡头有什么好吃？我喜欢吃那个冠。什么？我喜欢吃这个冠。哦，这个鸡冠，鸡冠有什么好吃的？我觉得最难吃就是这个鸡冠，没什么味道。我奶奶说吃鸡冠起得早啊。谁告诉你的？我奶奶。奶奶骗你的。哦。准备可以了。你拔的这些毛不干净，屁股上还有一大撮，像业务一样。你业务长那么多毛？我说你。哦，好，拔干净一点，可以了。可以了，再用水冲洗一下就得了。开水。这个鸡好瘦啊，都是骨头，你有没有喂鸡啊？有啊。把它饿成这个样子，可能是生蛋吧，我还一天喂三餐呢。一天喂三餐那么瘦，可能是生蛋的原因。我就说吧，这个鸡有鸡蛋，而且还有一个有蛋壳的。啊，坏掉一个。是啊，坏掉一个。这些蛋很脆弱的。有壳才不脆弱。对啊，还没成型呢。什么？很好吃的这种。蛋壳就是这个鸡的营养。难怪这么瘦，是不是？是啊。OK， 可以了。下雨了。拿这些蛋。妈，看着都香。看着都香了，待会吃多点啊、哦，给个鸡屁股你吃。
开的。差点忘了放这个鸡下去，再加点料酒。可以了，带袋子焖个十分钟就可以了。这个水够不够冰啊？可以吧。哇哦，这样子还蛮香。准备可以了。刚才你去干嘛？看电视。哦。妈妈，会不会给做辣一点？因为我喜欢吃辣。好。你指甲太短了。这个鸡翅膀怎么这种颜色啊？可能是放血没放干净。应该是你抓那个翅膀抓得太紧了。嗯。虽然品相没有大厨的搞得那么好，不过不影响口感了。洗过没有啊？洗过了，是奶奶刚摘的。哦。要切完下去啊？是啊。五个。加点酱油。再放一点点糖。来喽，老婆今晚做的玉林薄白白切鸡啊，挺有名气的，在广西。哦，这可以过耶。口感就是好。慢慢吃啊。嗯。这个鸡挺好吃的，不老不嫩的吗？嗯，刚刚好。啊。太好吃了。你这个表情太销魂了，有些网友说，上次也做过，他说想打一掌你。好吧，好什么？慢慢吃。开玩笑啊。好难。好，今天视频先分享到这里了，感谢大家点赞支持，拜拜。